我们的都能放到这儿，他的到这儿就停了。哎，我那改头盔了，您听了吗？太胖给卡住了，影响了这个过山车的启动。哦，服务员过来了，这个胖老师，您实在不适合玩这个游戏。哦，是，您下来吧，给我请下去了。我说下来。您说的容易。你给他弄下来。弄。我这改骑虎难下了，我这个。服务员过来。好吧，这个安全带，老师。您的安全带系到哪儿了？都找不着了。不是，您这都肉都是一层一层的褶啊！我改米其林轮胎了，您听见了吗？找不到，老师，我找找。第一层，哦，不对，这是钥匙。第二层，哎呀，放着手机呢。哎，对。第三层，哎呀，怎么还有双鞋呀？哎，对，我改那橱柜了吗？这不是，好不容易把安全带弄开了，还真找着了，出不来了啊？怎么呢？不能往起蹬哦，一蹬怕把那个座椅带下来，还踩泥。服务员说：“我把这椅子，您蹬它。”哎呵，好不容易才给它弄下来。哦，给我蹬下去了。你看玩了这么一个游乐，你看对他来说是多么大的负担。哎，是我把人家给游乐了都。所以说这个不行啊，像我们这个身材的能玩这个啊。看电影啊，哦，看电影，当然了。现在听说这个科技特别的发达，是有3D 的，有二哥的啊，还有大嫂的，哎，二舅母的，哎，对，没有，3D 高科技的有，这您也知道。